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介绍一部由杨幂、白宇、林贤主演的医疗情感剧《谢谢你，医生》。该剧改编自生理的小说《ICU 48小时》，故事讲述了海外医生萧燕怀着失去未婚夫的伤痛，来到了通山医院急诊科，与医生白素在新成立的 EICU 用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一个又一个危急患者。外表狂野的萧燕在手术台上如机器般精密。高傲的白素因为收养了身患绝症的小光，相信绝处逢生。在日日夜夜的医疗手术中，二人打开心结，发现了彼此的相似之处。院长面对生死的态度，让二人放下心中的执念和成见，接纳对方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急诊科的医生们被病人一幕幕浓缩的人生故事情感触动，一起经历着生命的考验，人性的拷问。该剧尚未宣布播出时间，喜欢的观众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掌握最新资讯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